是别也是卷得很厉害。卷得很厉他要再涨的话就涨平了吗？再涨，你这个得矫正。他因为别人的知识有点弧度，有的有加文言的是这样，你那个直接就是这样了。这个不是我这写直接就是这个形状，就这样了，是吧？嗯，这里边就直接弯过来了，这个直角。